神功传递，美丽一格，安居乐业，幸福云林，赞！2018北港地震文化季，神功传递，美丽一格特展正式开幕喽！掌声鼓励。感谢云林县政府在今年配合我们北港每年一年一度的重大的宗教盛事，就是妈祖婆绕境活动，办理一系列的义赈文化祭哦。今天在我们文化中心特别展出我们的传统工艺的一些作品。这次不只是他们老师的作品在展示以外，他们老师也为了要文化的传承，所以说今天的特别结合的我们亚洲大学的一些学生来这边，将他们的作品呢一一的呈现出来，欢迎来自我们全国各地来到北港的所有的乡亲，不只能够拜妈祖保平安之外，也能够来欣赏我们的静态的传统艺师的作品，感染一下我们北港是一个文化的城镇。神功传递啊，哈，这样子的一个工艺展览呢，为四月二到一直到五月二七啦，哈，等咱北港文化中心再来做展览啊。咱今年的特别的特色啦，哈，就是由咱在地十一个艺师啊，哈，带领24个大学生啊，把这个文化能够传承给我们新的这一个一代的学子啊，那。也是在地化又国际化，在这一边呢，哈，我们北港文化中心啊，在今年那么够结合的咱日本的这类艺术啊，各咱的传统在地的工艺，各个面向都有啊。是大家特别欢迎咱全国的游客啊，哈，来当来咱的北港，咱的拜妈祖，来享受我们的美食，享受我们的热情，更来看看我们北港义镇百年义镇的传统工艺之美。这是今年节最大的特色啦，就是讲艺歌。神功传递，美丽一格。